那这里是公安局柯桥区公安局。你这样我们不接。然后这里是督察组。这个哪里客气啊？上一次来。没，我们不接。这哪里是这个？你们上次可以录我，为什么我不能录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录过你了？哦，是这个警察可以录我。哪个警察录你了？派出所呀。派出所。对呀、啊，我就不录你，派出所也有监控的。是啊，我们这里有监控的。你们我们这里没有监控的。没有监控，那你们可以录我吗？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没有，好吧。那这里是柯桥的督察组，柯桥区公安局，好吧？不录你们。这是我的老妈，这是我自己。我到这边来反映呢是。那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，你到我们正常有接待的地方信访。信访我上次去过了，我把信我已经交给他们了。这信访交给他们，信访回复你了。就一直没有回复吗？回复你的，但他们也回复，他们也是正常，他们也是正常途径的。我们这边是按照都是我们这是办公室，我们不接待的。嗯。你过来了，有些东西我们能够解决的给你解，但是你要这么搞，那你要到正常途径走，好不好？我上次我信访，我已经信件已经发给了，我就是说，我到柯桥的区公安局督察大队来，然后把我的事情说出来。本来想跟你心平气和，把我的事情说出来。你这样一搞，我们不会。哎，是公安先让我这样。那你们要这么干吗？你按照正常途径去走，我们那边专门有信访接待的。那你们要到就是去跟他讲了。因为今年浙江已经有三个高官下台了，就是一个是市委副书记，温州的，还有一个是杭州市委副书记。我们讲这个东西叫什么意思？还有一个好像是湖州的。你是党委书记，我们讲这个有什么意思、啊、浙江的狗官很多嘛，我也遇到了一个狗官，所以说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，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跑来了。你不要骂人家是狗，他这个事情，他当着军人威胁我要挟我，端着枪对着我，派了两个端着枪的士兵来。多不招人啊，不要骂，对不对？好好的讲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那我们也是，那我不问，来，手机放下，没事。我呢，在那看指着你在哪个地方？在柯桥区贤桥家园小区。直到今年呢、啊，今年九月十三号，一名律师在街上被人当街枪杀。那个武汉的事情，你不要说。他们根本不相信，说是假枪嘛。不是，我的假枪，我的不接受，就是武汉的事情，你不要奔到这里来。好不好？那有这个事情，有这个先例了嘛？我对用枪对着我也可能是真的呀。他们没有调查过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说是假枪。把我的亲戚朋友都是这样说，都是这样说。而且浙江今年已经有三名高官下台了嘛，两个是市委副书记，一个温州的，一个杭州的，还有一个湖州的，是那个市党委书记，对不对？浙江的这样的官还少吗？我也遇到了，我也遇到一个自称是有权有势，就是可以仗势欺人。那你去西安派出所报告还是？那个、对，就是那里的派出所。那个、当时也是把我老妈、把我的亲戚朋友叫过去，问我在哪里上班啊，把我的身份证什么的都拿过去，然后让我讲，我说我在什么什么小区遇到了我跟我朋友通电话，被一个同小区的人听到了。他威胁我，要求我自称有权有势，就是可以仗势欺人。我当时根本没想，我说你是我当时还没说，我就是心里想的，就没把他当回事嘛。这不神经病吗？我当时想的，然后我就走了，去西安菜市场买菜回来，他弄了两个兵来，端着枪，看着像士兵啊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士兵，端着枪指着我，我说你这是为什么？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？他说有权有势就是可以仗势欺人。哎呀，那个人呀，真的是个就这样一句话，你这样。然后用那个仪器啊，无意其中遇到一个这样的坏人嘛。什么仪器呢？就是那种审讯用的那种设备嘛。审讯什么设备？审讯用的设备。审讯用的设备。对呀、啊。那开着我头很痛啊。那这个审讯用的设备让我必须说出来。审讯的设备是不是那个是个电监控？就是我不懂，其他有个什么东西的？电机啊？不是电机，
省心是为我省心的话，一般都是在执法机关里面，怎么会路上也有这种游戏？我也不是很确定啊，总之那个他们的，不确定的话你自己想。他端着枪的对着我，把我的头弄得很痛嘛，那我必须说出来，逼问我，要挟我，用我的亲戚朋友要挟威胁我。派出所调查了吗？你去报案派出所调查了吗？他们说他去那个小区里面问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听说过。哎，没有人听说过，没有人知道。哎，他们不能不予立案，让你自己去找。那我就是让我自己去找。那对。那个人你认识吗？我见过，但我不认识。我们附近没有枪的。我的亲戚朋友都不信。那个民警也说是，哎，枪是假的吧？我们民警都没有枪的。就是这样说的。枪在这个保险柜里边的，哪里？我们平时枪的话，要不领导是放给摄影机的。然后那个。我出来这样搞的。那亲戚朋友只有9月13号，这个武汉一名律师被人街上当街打死了，枪杀了，死亡，他死了才，才有人知道，哎，这个。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情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，派出所肯定能够调查清楚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肯定会调查。派出所他要调得清楚嘛？当时派出所又没来调查呀。那两个派出所是肯定调查。那两个派出所的，像这种时间长了一点啊，晚了一点，他当时没有及时来嘛。派出所的话，是他们军队，他们不敢调查的。派出所他没有及时来调查。书记温州的这个市党委书记，他们是部队里的兵，部队里的兵我们管。他们是不是部队来管的？是部队要部队来管的，不是我们管，好不好？对吧？真的不是我们说，那个不坑的，但是部队里的事情你要部队去管的，不是我们管的。他们都有，里面都有，对不对？军事法庭啊什么？他们有军事法庭啊，有军事那个检察官，他们都是里面有保卫科啊什么东西，他们都里面自己有内部一套的。好了。那打扰了啊，不要紧了。如果直接派出所来这样，我们去怎么说？那你要那个实的话呢？他来不了，要来的话要证实一下嘛。有那个实嘛，来一个就是来一个嘛。那我去外面。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柯桥区公安局来了。上一次来的时候呢，被他们叫我去刑侦大队。刑侦大队，我找了扫黑除恶专项组，都需要当地派出所把这个事情上交给他们，他们才能管理。但是派出所已打听了，没有人知道为由，不予立案。这种有权有势的，没有人立案，公安局，第二次来了。